穿衣服了啊？这是干嘛的？啊，拍照都戴手套，自己家是干什么用的？我们也没时间，没空。这个没有。这刚才不是你挣到的吗？这个。手电筒照眼了，这干什么用的啊？这天地在这个就可以操作了啊，啊，这就可以操作啊。在警车上面就已经看到他这个没有后排车，他的车速比较快，就走路的时候他的车的在晃荡的，就是晃摇摆的时候，车的就是因为车速过快，他的方向有时候在摇摆的时候不稳定情况下，上面有些就是石子，他拉的石子挡得过，就掉下来了，然后过后非常的危险，然后他的车的是拉了100吨。这是干什么的？什么美国？你这是干什么的啊？他就是他旁边有一个，他那个手套吧套在那个牌照上面。他看到我们下车的时候呢，他那个手套上面粘了一根线，是粘在他的那个，就是在他的右，就是左手倒车镜上面，那个绳子拴在那上面的。他呢用手一拽，把那个手套就拽掉了。知道，干错了。包括他的后牌照，他那个翻转后牌照他是可以翻转的，然后过以后就是说看到交警他可以就是把他放下来，他让遇到交警的时候他让我有牌照。牌照总送上来，自己办，不是自己办的。兄弟，那还是上场了，还是上场搞的。